手工皂融入生活美学，展现在地特色。这一季用热门打卡景点镇滨色彩屋为主题的艺术皂，在学员们的手中栩栩如生的出现，点上金箔当窗户，闪闪发亮。我们现在所做的手工皂是要传承给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喜爱，我就把基隆的印象，基隆的这一个镇滨渔港以及这个彩虹屋把它融入进来，感觉上就会更有那种情境的意味。像这种色彩我们全部都使用的就是矿物粉之类，都是属于天然的东西。手工皂它是本身是用冷制，低温冷制去制作的，所以它保留的就是有甘油的部分，所以在洗的部分就会觉得它洗起来就是比较滋润。采访当天，金盏花手工艺术皂正在诞生，严格把关材料配比、先后顺序及温度控制，全天然、香气四溢的手工皂终于入模，静待完全干燥后就可以脱模、切块、打印使用。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情变得很快乐，因为它真的就是会让我们身处在这个情境当中，静静的做香皂，然后慢慢欣赏自己的杰作。没有想到手工皂制作过程这么繁杂，但又如此疗愈。看着几个礼拜下来的成品，蚕丝胶原皂、桃胶美颜皂、海洋情境皂，如艺术品般的手工皂，学员们笑着说舍不得拿来洗。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些乐龄组有更大的创意，发挥他更多的想法，然后再结合我们在地特色。手工皂我们平常看到它只是强调是健康的，可是我们现在融入了这么多特色的情境，进阶在学习。乐龄生活追求健康，也追求生活美学。透过这一堂艺术皂课程，让生活幸福美好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